老板，茶道苏子峰的来头了。说。他确实是年少成名的天才摄影师，他与庄小满在大学期间两人关系非常好，很多人都以为他们俩人是情侣关系。那到底是不是？没有当事人官宣，无法确认。哦，对了，苏子峰拿了巴黎艺术学院的 offer， 但是他还没有确认要不要去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今天晚上我会死死盯着你，你绝对别想跑到隔壁房间去。那你可要盯好了，你一睡着就打呼噜，你一打呼噜我就睡不着，我就打住打住。这样好吧，只要我一打呼噜你就踹，行吗？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你可别后悔。可以。这是你自找的。你还真踹呀。没完了是吧？今天晚上我不睡了，我死死盯着你。在哪儿？就在那个进门书桌旁边第二个抽屉。啊！人呢？找到了。你昨晚干嘛去了？你觉得呢？林宪，你挂我电话什么意思？你有事就说。林总，你要的项目材料。现在乡村振兴政策非常好，我们的新项目在资本市场很受欢迎。爷爷，你把我留在大东村，就是让我自己发现这一点吧。您真是有远见。这个项目可能是解决我们集团这次危机的关键，尽快推进。好。林总，你还要在大东村待多久啊？董事长那边快扛不住了。现在业内已经开始传言说你们林氏不行了，你们的股票也跌得很厉害，你再不抓紧时间我也帮不了你。好啊，
那我们的约定取消吧。你可要想清楚，拒绝了我，你们林氏一定会完蛋。又干嘛呢？鬼鬼祟祟的。你搞清楚，这里是我的房间。你才搞清楚，这里是庄小满的家。你还不是男主人。是不是你说的算吗？你我说的都不算，要庄小满说的才算。就它了，这只适合做白斩鸡。没用的东西。走吧。还要往里面加什么调料吗？只需要用刀把它切成块，记住别切太大块。好。用刀切块，简单。这可是我妈最喜欢的盘子，你完了，保不了你了。哎呀，真香啊！小满，做什么好吃的嘞？啊，小满，你怎么这么马虎？谁叫你切鸡直接放盘子上切？你看把盘子给我切的。阿姨，是我，对不起。是小林，没事没事，以后小心点。妈，是不是你最爱的盘子吗？哎呀，不就一个盘子吗？咱家盘子多的是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你亲儿子呢。你看这孩子说的，女婿跟儿子不是都一样吗？看这火还没关呢。算你幸运。重新装。子枫，进展顺利吗？怎么，想放弃了？我心里没底儿，也不知道小满对我什么感觉。其实你和小满认识的时间比林宪早，按道理来说，你们的感情基础更好才对。你说，如果我跟小满表白的话，他会答应我？我只知道，如果你说的话，就还有机会；但如果你不说，小满这辈子都不会知道你的心意。你说的对，让我好好想想。看来苏子枫并不能阻止小满喜欢上林宪。
初我们约定好的。我家帮林氏渡过难关，我们就在一起。我也给你时间去甩掉庄小满这个麻烦。你现在这么对我，就不怕林氏会完蛋吗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我陆瑶想得到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。你考虑清楚，如果你毁约，林氏一定会破产。原来林氏已经不行了，那小满，小满，我感觉自己像个小丑，每天在你面前上蹿下跳的，你好像根本就看不见。我陆瑶想得到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。陆瑶，这个陆瑶该不会是……你就没有什么想要跟我解释的吗？跟你要解释什么？虽然我们陆家很看重你，但我的眼里可容不得一粒沙子。这是我的事情，不需要你来提醒。如果你不把那个女人的问题处理好，你是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的。原来林氏早就不行了呀。忽然间回想起拂面暖风轻轻我微醺，想起你